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旧中坛的伊莎贝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 GDV 第38次的在家黑客松。旧中坛是举办每2个月1次的大松的工作小组。那本来2个月1次的大松会让喜欢待在家里面的宅宅们可以出来一起实体见面，但是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旧中坛考虑了非常久之后，决定我们还是要遵从分舱分流的指示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会有云端的大松，让各地的人都能够参加。那事实上，今天我们会有在香港、在日本、在韩国，然后在台南、在台中、在新竹各地的参与者，他们其实也有实体的聚会。那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加入。那首先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有想要参与今天的活动，加入各个会议室去协作的话。请您一定要加入 GDV 的 Slack。那怎么加入呢？请网址 join.gdv.tw。那在 YouTube 下方也会有可以加入 Slack 的指示。那网页会引导你怎么加入。那我们今天的大松除了云端以外，在实体坑里面也有好几个地方，在NPU Hub 这边有，然后在社创中心也有。那今天一整天的流程，你都可以在旧中团的共笔里面找到，那网址也在 YouTube 下方可以找到。那所以当你有迷路的感觉的时候，请就到共笔那边，它有非常清楚的指示，或者你可以在 Slack 里面提问，那大家都会非常乐意欢迎的回答你们。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会看到荧幕上有一些弹幕飘过去，那如果你想要加入弹幕的协作的话，请您加入那个 GDV Slack 的有一个 Random 0的 Channel，那你在里面打的字就会出现在荧幕上，然后让香港、韩国、日本、台湾各地的东亚宅宅们都会看到。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东亚宅力大爆发的时刻。那其实旧松坛非常的紧张，从好几个礼拜前我们就开始决定要变成云端之前，我们就开始规划。那这几天也一直密集的演练了大概100次左右，然后我们也准备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那上面写了第38次黑客松，所以希望今天进行一切非常顺利。那如果不顺利的话，或是有宕机的状况的话呢，也请大家发挥 GDV 的精神，大家一起协作解决问题。好，那今天在直播室的除了我以外呢，还有我们非常辛苦的一杰，对，然后还有 Ronnie 这几天写了非常多的程式。那还有我们了不起的主播 T-Mug，我今天完全靠他，要不然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才好。好。